Oh,
Yeah.
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感谢你给我们跟我们你的同在，让我们在这里，在你的圣所里面，在你至圣所里面来能够被充满，来再次的被更新，再次的被肯定你的爱，你的爱永不变在我们生命当中。今天早上我们要献上我们金钱的奉献，也就是我们的敬拜，求主你使用这个金钱来扩展你的国度，来让神你的圣工上能够走得更远、更阔、更帮助更有需要的人。我也祷告给那些给予的人，求主你祝福他们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是借给人，不是向人借的那一位，是做头不做尾。求主你祝福满满临到他们身上。我们如此祷告和相信，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好不好？弟兄们，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走动一下，然后跟着旁边跟他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Okay? 如果有什么称赞的话，不要吝啬，跟他讲：哇，今天你很美，今天你很帅，今天你很好看，你穿这样很好看。我们要来协力称赞、赞美的话，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当中的，我们没有注意到你的，有没有第一次的都是老朋友了吗？还是你有看到旁边有新朋友，你不知道他，你可以啊，这边有个新朋友在这里有吗？都是老朋友了啊，感谢主啊！感谢主，欢迎 Robert Lim， 很久没有看到你啊，你失踪很一长段的日子啊，欢迎回来啊，要常常回来我们当中啊。感谢主，不要，因为牧师很远看不到你的，牧师都每个年头我都有注意的，感谢主。我们来看看几样的我们要为这个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8月31号的二手货义卖的祷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不好？我们把那一天交托给神，我们求神在运行的动工，让人知道我们在做社区的工作。可能过了 MCO 3年，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做，我们也不敢做那个二手，也是人挤人嘛。所以在 Bell 那边还蛮热闹的，每次做的时候很多人来的我们待不同的时间，从早上到下午都不同的时间有人来。所以我们为这个二手会慢慢祷告，让人习惯性能够走进教会里面，也能够来到 4D 这里哈，一样的，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达拉巴卡苏古罗波波波波波西，吉安达拉巴卡苏古罗波波波西，吉安达拉巴卡山达拉巴巴巴巴卡苏古罗波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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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吉安达拉巴巴巴卡西。天父，我感谢赞美，今天我们恭敬仰望，把这个二手货义卖为8月30号国庆日交到圣所里面，求主你祝福那一天的日子天气有好天气能够来能够感动更多的人来看到这个义卖会，能够进来从义卖会里面能够认识到教会，能认识到我们主所做的工，然后他们都能感动说：哎，我要来参加这样的教会。主啊，你打开这个方便的门，让这些灵魂能够进来你的教会，能够认识你，能够透过福音生命能够改变。我们不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二手货只是一个手段，让人家能够借一个平台，能够走进你的家里面来。主，我们把灵魂交托，我们把那一天的义卖交托，从头到尾完全的交托给你，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如此的相信祷告，乃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拍手给耶稣大声说 ：“Alright， 感谢主。”好像我所讲的上个星期，我再 remind 一次，就是说，能按呢，帮我按一下，谢谢。9月份开始，我们在这里 after 9月过后1:30。我们有 practice， 就是我们的叫做报佳音，希望你参加。我很听到很多人说：“牧师，我未听，我听无够，我未晓，等人，我未晓。”
don't not to worry. Most of the song we see are more. So you 参加就对了。你声水不水不要紧，我人都声无咧水，唱到细声，唱到后尾人不要紧的，啊你敢唱还是多声唱，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啦。哎，365天没有，哪有一天你可以随便便便在站在摸站在好地方边唱歌，对吗？然后警察不会抓你，那个因为是 Christmas， after all is a Christmas season， 没有人会骂你，会唱你，甚至可以读圣经大声啊啊，讲耶稣的降生。So it's a good time， 一个好的机会传扬耶稣。就是说，圣诞节 is not about shopping and then 吃大餐啊 ，dinner grand dinner。Christmas， Christ is a。Is a reason for the season， 就是耶稣，就是这个节日的一原因，所以我们庆祝的。阿门。So 这个是我们要你来参加的，鼓励你参加。一点钟，然后我们唱完了，然后我们就分去好掉。我希望你能够参加，哎。然后我们今年一样做那个叫做圣诞嘉年华，其实我们做了，我们做得很成功，400人。今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做400人还是500人啊？到时再看，我们开会了才打算。但是呢，日期还没有定，我也不知道12月几号。我们等第一次的那个委员的开会，我们来定下来好不好？因为不要我决定，是你们团队决定，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不是 one man show， 这个教会需要 teamwork， 我们需要更多的领袖出来发声。那么牧师就少做很多的工，牧师能够专注做福音的传的讲道的传道的工作，明白吗？所以团队起来。So， 然后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布军堂啊，我们九月会移到星期六的下午3点到4点半。哎，请注意啊，如果录起好跟灯的，那个在好跟灯，我就不累半就不了，我拜六了，拜六3点到4点半。都可以加入的会员，所以让你中医一针相关的医生来了，早上才send我 message 过来，我说啊，5点到7点我需要个8点醒，我还在跟他 discuss， 还没点醒，因为早起，早起我不能嘛，早上有的有机会，拜六早上可能吧，那可能性是很有可能，所以我不知道祷告为这个医生来祷告，但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中医师团队，每一个外国乡的中医师、中医师来给我们看病、把脉、拔罐、针灸、中中的了骨。所以，这个了是certified， 不是给老的，不是按公斤啊，你中不人中不是啊，是 certified， 给你用的口味，该是做中医师的人来给我们看病。所以，我们行这 service 就行到去啊，不只是打礼拜。Because the MCO come here 三年 ，so 等于我给都也院长啊，中医师工会院长讲，哎，我该 start 了，我听佛学院 start 了嘛，好 ，OK， 再 start， 所以就讲啊 ，OK， I start 了 ，so 人几多啦 ？Either 是拜啦，还是礼拜 ，so 不说了，唔知几点都唔知了，噶我能够好难知 ，so 现在他妈有几多了？八月三日头。人人有这叫做20号义卖会，我要鼓励你参加。哎呀，我无买，我唔是叫你来买，我叫你来分享，叫你来讲讲啊，人家教会有做咩？啊，帮做义卖会，帮做义诊呐，哈，各班啊，帮个之类哈，帮个滚币好人呐，帮个之类啊，陪读班呐，介绍给人家，让人知道，哎，我们教会干的好事。阿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慈善的工作在做，我们不只是教会本身，我们也有做社区关怀，阿门吗？然后 next 赞美之夜，注意哦，赞美之夜不只是在教会怎么好的，我们 postpone next week 怎么好 ，you know why？ Because of why 团队啊，敬拜，讲牧师我爱参加，有人接飞机啊，未对应就人按到去外国啊，未对应用。啊，不，刚刚说接几号会使哦，我讲 OK 啦，心中还 join 哦，未使 miss 掉，让给咱 postpone 接几号，好加几人来参加。包括无地在中国的一项会做工啊，然后所以伊讲我爱参加，会使抽接几号 ，OK， 我有 set for 加几人的 set， 我接几号。我注意啊，15号没有，22号，改为22号 ，All right， 然后 yeah。
还有一样多讲啊 next week 下个星期四六点我们有坐船去 do lost hope、啊、我也只能坐票啦小组一样已经报名了 IG 了那是如果想要去的啊那如果跟小组长一样报名啊师母啊玲啊玲玲啊婷婷报名不要忘了票啊到十几张啊三十张差不多人囡仔三张了不然其他人过来坐嘛有十几人啊所以有十几张票如果爱去的如果跟人拿票六点你不说为什么经六点我不帮工了我不会为了帮工我跟去存的因为六点是一头路线的点声我去存那边去小英一点水啊这是我目的我要去啦我是去小英的啦所以我都没去过可以进去存你看有卖车啦有卖 ice cream 啦你那也是叫卖 ice cream 啦有吃这些东西对啦你看对啦所以如果爱票如果零零停停跟师母一样啊也让他们报名了到时如果爱自己去不可以还是join我白白去不可以啊，这是讲小组 discuss，OK？I、okay? think yeah， 我报告是咪搞到这边为止。Next day， 那就我是代表的喎 ，sensor 代表 ，OK？ 来 ，next， 所以买搞棍啊，所以咱个耶稣是个真、个正、个声，个知道拍手哦，耶稣啊，对不对啊？哎，然后一起来宣告我们所相信的圣经吧！来，一二三，这是我的圣经，我相信它是神的话语，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应许，我要爱护它。这里面有成功的方法，有亨通的原则，也有蒙福的途径，更有讨神喜悦的路。最重要的是，让我明白神审判的警告。我今天预备好领受很大的恩膏的话语。叫我可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相信大声讲阿门。把时间交给师父，我拍手欢迎他。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们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OK，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探讨魔鬼的诡计，求主你让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聪明，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看透魔鬼的诡计，以便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我们可以逃脱一切魔鬼所设下的圈套，好让我们得胜再得胜。感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魔鬼的工作，魔鬼他是有工作的，他不是游手好闲，他不是流浪汉，他是有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要伤害上帝所爱的人类。你们有想过吗？为什么魔鬼他会不去伤害动物，而是他选择要伤害人类呢？第一点，因为呢，只有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没有按着上帝的形象造，但是人类是的，他是按上帝的形象来造，所以伤害人类就等于伤害上帝。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讲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第二点呢，为什么魔鬼要伤害人类？因为第一个人类亚当啊，就是上帝的儿子，毁掉儿子就能拿捏住父亲，因为儿子是父亲的软肋。哎，路加福音这边这样讲的，三章三十八节，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无可否认亚当是神的儿子。哎，虽然他是人类，但是神。神的儿子来的。第三点，魔鬼要伤害人类，因为魔鬼要与上帝同等，他都透过与上帝争抢选民，他要人类来敬拜他，好让他的地位是跟上帝同等的。因为魔鬼他是看到
道上帝是受人崇拜的，是受人敬拜的，魔鬼也要。魔鬼那时候还不是魔鬼，他是天使，他就每天就带领着魔鬼，他一开始他的身份是带领所有天使来赞美神的，他是天使长来的。那么他看到上帝如此受人崇拜，他也要成为神。所以当有上帝的形象的人类啊敬拜魔鬼的时候，魔鬼就抢了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他的目的，他要荣耀，他觉得自己已经赢了上帝，如果人类敬拜魔鬼的话。 OK， 在这里我讲的魔鬼，你们也有一个概念啊，魔鬼呢他不只是魔鬼的形象，他可以有很多形象的，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偶像啊，人家拿香拜的那种偶像全部都是魔鬼的，都是属于魔鬼的。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为什么魔鬼他会堕落，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他本来是一个天使呢，为什么他变成魔鬼。 OK， 在这里就有讲到魔鬼的心里怎么想。 OK， 我们一起来读啊，只有两段经文而已。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神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般。 OK， 这个里面有一个我要，对吗？这些都是魔鬼要的东西。魔鬼呢，他是没有顺服的。 Next， 他在他生命里面是没有顺服的，他是神所创造的，但是他不要顺服神。在我刚才的经文，我们读到五个我要，对吗？他就是要与上帝平等，他不要安得，好像我们啊工作不是有安得我们的上司吗？那是魔鬼，他不要安得上帝，他要跟上帝平起平坐。魔鬼呢，他惧怕基督徒的原因，魔鬼是惧怕基督徒的，魔鬼惧怕我们的，魔鬼惧怕我们，因为我们有他没有的东西，就是我们顺服上帝，基督徒顺服上帝，所以魔鬼怕我们。我们越顺服上帝，魔鬼就越怕我们。一个顺服上帝的基督徒啊，这样子很辛苦。Okay， 一个顺服上帝的基督徒啊，在赶鬼的时候， okay， 有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人的身上 有鬼扶着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赶鬼的时候，我们若是一个顺服神的基督徒，我们赶鬼的时候，鬼很容易就离开了，鬼很容易就听你的话。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顺服神的基督徒呢，你是被鬼赶了，不是去赶鬼啊，有没有？对，圣经里面也是有说到啊，有几个人去赶鬼，但是被鬼打了，有吗？对，那个人去赶鬼，但是那个被鬼扶的人啊，却回头打那个赶鬼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魔鬼怕你吗？要魔鬼看到你就掉头走吗？你要顺服上帝。Okay， 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要只是读，我们要活出来，我们要遵行，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除了圣经呢，如果若有圣灵来提醒你一些事情呢，顺服。我有听过一些弟兄姐妹讲，圣灵提醒我什么什么，但是我不听，我怀疑，这样子你就错过了哦。所以圣灵提醒你什么的时候呢，听从。所以如果你呢顺服神呢，你就非常有能力，神会给你权柄来制服魔鬼。阿们。OK， 接下来，那么魔鬼他是用什么方法来辖制这人类呢？那些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得救的人啊，都是属于魔鬼的。给我们现在我们放眼看去，我们的身边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四周围我们的人啊，他们若是没有信耶稣，没有
没有得救的，他们就是属于魔鬼的。哎，世界上面只有两个国。哎，我昨天我才在我们的这个 BB 那边少年局那边，我才讲这个课题。这个世界里面只有两个国。OK， 一个是魔鬼的国，一个是上帝的国。魔鬼呢，能使他的人民，魔鬼也是有人民啊，就是跟从他的人，就是他的人民，他使他的人民受了迷惑。魔鬼有各种各样的谎话，魔鬼他就是说谎的，他没有一句真的。他说的话里面十句，你不要相信一句，因为他没有说真话的，他有很多的谎话来迷惑他的选民。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不是一出生就是基督徒的，对吗？我们一出生，我们是有拜拜的，我们是有别的宗教信仰的，我们也曾经受了迷惑。包括呢，魔鬼会使用许多的宗教信仰让我们去做选择。我们以为我们好自由哦，我们有好多的宗教信仰来去选择，很多的偶像。我没有拜观音，我不拜观音妈，我也是拜的东宫，我不拜的东宫，我也是拜天宫。OK， 你可以选货，太多选择了，我好自由哦。这个就是魔鬼放给人类的这个圈套，它让你有很多选择，但是在这选择里面，你都是属于魔鬼的。那这些宗教信仰都有不一样的教导，也有不一样的救赎的方式，所以人一辈子都在宗教里面打转，要寻找被救赎的方式，却找不到，直到死为止才知道原来自己很笨啊，在地狱里面的时候才来后悔。有些人呢，就是一辈子就活在魔鬼的谎话里面啊，永远都得不到耶稣的救恩，这就是魔鬼的目的，他让人得不到耶稣的救恩。因为只要人们没有得救，人们就是属于他的，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身边啊，有亲戚朋友的，我们要注意哦。如果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要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并且带领他们信耶稣，要不然他们就是属于魔鬼的。OK， 接下来 ，OK， 这个世界里面啊，我来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啊，哎，有很多数目都不一定是对的。这个世界上面到底有几个人啊？其实没有一个人算得出来。只有上帝知道有多少个人，但是呢，我这个数据我是从网上找来的哈。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种的宗教信仰，我们估计信耶稣的人有32%，就是23亿人口。接下来呢，第二名的有伊斯兰教，第三名有印度教，然后第四名有佛教，接下来有锡克教啦、犹太教、巴哈教派。儒家思想是孔子的哈，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字是奇 ，OK， 奇拿教，第十是神道教是日本的哈，所以这个这样多宗教里面把人的分成了一块一块的，我们现在世界啊，接下来我们世界大概。在2022年，我们突破了80亿的人口，这个也只是一个没有这样准确的，但是我们用就是了。我们假设世界上面得救的人口，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基督教信耶稣的得救的人有38%，其实这里讲的基督教啊，是包括了有很多所有的教派，包括了天主教，包括了东正教。天主教跟东正教的人有没有得救，这个是有一些的质疑的，所以得救的人一定少过38%，得救的人一定没有这样多。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用这个数据啦。那如果得救的人是38%，没有得救的人有几%呢？70%，所以我们估计还没有得救的人大概有56亿的人。
这些人如果随着魔鬼的脚步，他们最后去世了，他们都会下地狱。所以我们这个数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我们计算啊，我们现在计算的这些啊，这些发现率啊，这些人口啦、啊，我们是算是还活着的人。那么历代以来呢，从亚当夏娃开始呢，这样多代的人，他们都已经死去了，他们的灵魂到底有没有得救呢？还是他们已经下地狱了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下地狱的人是多不胜数的，不计其数。有人说地狱是很大的，地狱里面的人是一定多过天堂的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的救人，我们基督徒要努力的去让这些人不要下地狱。 OK, next。 魔鬼呢，为了要使地狱里面充满人啊，他不断的努力。魔鬼没有偷懒的，魔鬼是非常勤劳，他这是他的，可以讲他的优点吧，非常勤劳。他让基督徒呢，他有一个轨迹，就是让基督徒满意自己的现状。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会举行啊、哦，各式各样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要联系感情，享受节日的喜庆，或者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趣。基督徒相信自己已经得救，这就够了。我们在教会舒舒服服等着上天堂吧。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想法的。Okay, 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啊，牧师不会让我们这样的哈、啊。牧师会鞭策我们，鞭策的话好像鞭策一只马那样子的。我们在我们教会，但是很多其他的教会，他们是满足了的，满意了，不再进步了。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每年的复活节，基督徒有准备盛宴，让小孩子制作美美的复活蛋。哎，我们教会的小孩也是有做复活蛋的哈。但是我们的复活蛋是有福音的性质的，我们是要传福音的，我们不是只是做蛋的了。如果做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那么感恩节呢，人们都有火鸡大餐，买火鸡肉来吃。然后万圣节时候呢，整条街呢都是屋子全部设计的很恐怖，有鬼啦，好像鬼屋这样子。我讲的这个是美国啊，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去美国啊，哇，他的万圣节啊，普天同庆啊，还热闹过圣诞节啊。那街区里面的小孩子打扮成魔鬼，每一个都打扮成魔鬼啊，不一样不一样的形状的魔鬼啦，有可爱的，有白白的，有黑黑的，不一样的魔鬼就在街上的一家一家的屋子去讨糖果吃。那这个社区里面的邻居还会选哪一间屋子是最恐怖的，打扮的最装饰的最美最恐怖的，还会得奖。Okay, next. 然后圣诞节呢，本来就是传福音和信耶稣最好的日子来，但是却沦落为白色圣诞节。Okay? 下雪嘛，圣诞节的时候是刚好是冬天下雪，那哇，下雪了好开心哦，然后彼此送礼物，吃圣诞大餐，参加狂欢派对，然后呢找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来去什么私生，来去私生，平安夜私生夜有没有？我从小就听了这句。 okay, 接下来，魔鬼并不害怕人去教会，如果去教会几十年却过着好像刚才我讲到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魔鬼会非常开心的，因为这些基督徒啊对魔鬼的国没有威胁。因为这些基督徒不传福音，不带人信耶稣，不过门徒的生活，在社会里面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力的这些基督徒。Next, 只要基督徒啊，他们满意现在他们的这个现状，忘记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
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要基督徒忘记掉这个耶稣亲自颁发的大使命，魔鬼就赢了。阿门吗？魔鬼没有不需要做什么就赢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天生就是跟着他下地狱的，根本没有机会认识耶稣，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这些人都好可怜。 Next， 魔鬼还有一个诡计，就是他会很会包装自己的形象。我们在生活中啊，我们会看到非常形象非常可爱，魔鬼跟可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哈，但是他很会打扮自己，打扮得很可爱。我们可以看到卡通型的、漫画型的、楚楚可怜型，还有呆萌型的、儿童型，有些是婴孩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喜欢他，觉得他是没有威胁的，觉得这个没有危险，很可爱，太可爱了。再接下来 next 有这样子的哦，不要这么快啊。OK next 啊 baby 的 next OK， 所以你看到了，你会觉得太可爱了，我好喜欢哦。啊，其实这是魔鬼，他很会装扮自己哦，他比女人更加会化妆。他化妆成另外一个形象。OK next， 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世界上的人并不讨厌魔鬼，没有，他们没有讨厌，他们也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魔鬼本来是什么样子的，还很喜欢他。有些人会觉得魔鬼啊，他是勇敢表现自己的一个象征。现在我们世界上，我们是不是很流行勇敢表现自己？不管自己是什么型的，你勇敢表现自己就对了。让魔鬼给人家形象就是这样的形象，非常酷。很多年轻人都觉得魔鬼非常的酷。我也发现马路上啊，有不是只一辆汽车哦，有好几次我都看到粘上了魔鬼的造型的贴纸，粘在他的这个车的镜那边或者车上那边。然后呢，有些车呢还装上魔鬼的脚在他的车上面，两根。尤其是在万圣节的时候更加流行，很多车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个魔鬼的脚，我也要去买，哪里有的买的我也要买，所以一辆车学一辆车，就很多车都有了。然后呢，最近我还发现有很多小孩，他们的家长带他们用摩托带他们去外面啊，他们戴的 helmet， 他们戴头盔有魔鬼的脚的。OK， 你们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亲自拍照啊，我家的邻居的小孩，我回家的时候呢，刚好看到那个小孩戴着这个头盔，然后走进我一看到啊，我就想，哇，前几天吧，我一看到就想，哇，这个讲到可以用到哦，要快点拍起来。其实我已经看到了的，因为我家邻居有好几个小孩都戴这个头盔，我已经很早就看到了，但是没有机会拍照。然后他就走进啊，跟我一起坐同一个电梯，我就问这个小孩，小朋友，我可以拍你的帽子吗？然后他的父亲呢，就马上呢，为他开灯，然后啊，本来他的脚是没有灯的，他感到很骄傲吧？他开灯给我拍照，你看，所以他是会发亮的，他是有灯的。OK next OK， 你看到这个人吗？他穿的衣服，这是我几年前我在一个咖啡店吃饭，就看到一个人穿的这件衣服，就哇，我心里面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好哇，摇摆，很显摆 OK， 中文是吗？很显摆，他就穿着这个衣服就出来走街，也不觉得有什么。这个衣服是上面写着 Lucifer 是魔鬼的名字， Lucifer 是一开始魔鬼还是天使的时候，他的名字就是 Lucifer， 他的名字是一个漂亮的名字，但是他自己要堕落啦。然后呢，666是魔鬼的号码啦。接下来啊，前面就有他的 logo 啊，
live forever。OK， 他讲他 live forever。OK， 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呢，已经对魔鬼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魔鬼到处都有看到的。那接下来，这个呢是昨天牧师send给我的。啊，在泰国呢，有人拜这个偶像，这个偶像也是刚刚才装上去的。这偶像很大，你看他还搭过那个汽车嘛。那人家就发现，哎，他一开始没有讲魔鬼啦，他没有人讲他是魔鬼，但是看头、看手、看牙齿、看翅膀，他就是一个魔鬼。所以魔鬼除了打扮成别的偶像，他自己本身的真身也出来了。哎，然后有人真的去拜他，拿了什么动物的尸体啦，动物的拿动物来献祭来拜他。但是泰国呢，泰国有很多人 complain 了啦，所以政府可能会把它拆下来。哎，照片先给你们看，接下来。很多父母呢并不介意自己的小孩扮成魔鬼，我还看到我 Facebook 里面的广代啊，万圣节的时候啊，讲他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小儿子，他讲大小魔鬼，大小魔鬼出街咯，还很开心。然后呢，大大小小的魔鬼满街都是，在万圣节的时候。现在我们马来西亚很多的幼儿园都在庆祝万圣节，我小的时候幼儿园有庆祝万圣节的没有，我啊，你看凯琳跟彩萱都摇头。凯琳、彩萱小的时候读幼儿园也没有庆祝万圣节，但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它是好像一个流行的这个趋势。没有庆祝万圣节的幼儿园啊，家长都不要收孩子去读了。有庆祝万圣节的才是 modern， OK？ 然后呢，那幼儿园就让父母亲把孩子打扮成魔鬼来幼儿园参加派对，小孩还会比赛啊。他们的幼儿园还会讲呀，小孩会比赛哪一个装扮的最可怕，最可怕的还得奖。所以世界上的人都非常喜欢万圣节，觉得非常的酷。再接下来，我们这里也是有幼儿园的哈。如果你们不知道，我们这里伯特利神召会也是有幼儿园的，但是我们的幼儿园是不庆祝万圣节的，我们不认同。我们不觉得要庆祝魔鬼的节日，我们抵制。那么世界上的人呢，就觉得基督徒太过时了，都跟不上时代。那这只不过是一个很热闹的普天同庆的一个节日而已呀、啊。不是的，这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如果呢，这些家长呢，这些幼儿园的家长，他们认识魔鬼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像魔鬼。像魔鬼不是一个好事来的。哎，我自己也有孩子，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像魔鬼，一丁点也不希望。OK， 所以你们来教会是非常好的，你们可以在教会里面认识什么是魔鬼，认识魔鬼是怎样的，世界上的人没有机会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魔鬼。OK， 所以呢 ，next， 魔鬼在这方面非常的成功，他成功的迷惑世人，欺骗世人。第一点是什么呢？魔鬼除了坏坏，他也是有好的品格的，好像人类有好也有坏，这是他的骗话。给我先跟你讲骗话啊，骗话啊。第二点呢，魔鬼跟上帝比，魔鬼比较酷，上帝是唠唠叨叨，上帝的形象是很唠叨的一个老人家，那魔鬼他的形象就是有一些是坏坏耍坏的那种的帅哥，这样。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那一种啊。OK，next。第三点就是魔鬼很可爱，有时候他会捣蛋，但是他会为他所做的坏事来忏悔哦。哎，这是骗话，那不是笑了。然后第四点，魔鬼和我们是朋友，这个是世界的人认为的。OK， 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魔鬼全然败坏，他没有一点好的品格，没有一点都没有。他的本性呢是贪婪，
邪恶、说谎，我们人类身上看得到的恶，都是属于魔鬼的。你看到你的你很讨厌的人身上啊，他身上的一切的不好啊，一切的坏的、邪恶的，魔鬼都有，都是从魔鬼那边来的。哎 ，next。第二点，魔鬼是邪恶的。如果我们说上帝是爱，那么魔鬼就是恶，他对人类不会有一点点的怜悯的，他非常残忍的，他里面没有爱。为什么他会这样残忍呢？因为魔鬼心里面有爱，他最爱的是自己，他非常自爱，但是他不会爱人。所以你们不要对魔鬼抱有一点点的遐想，不要以为魔鬼他会变好的，他不会变好。他伤害人类的时候，他会留守的，直到人死了下地狱为止。魔鬼不会悔改，就算他已经知道他的结局，魔鬼当然知道他的结局，魔鬼知道他最后一定会下地狱的，但是他不会回头，而且他是继续的作恶，他死不悔改。然后他从来没有在上帝面前来忏悔的，没有，也没有向上帝来求情，没有的。第四点，魔鬼恨人类，所以你不要再想魔鬼是人的朋友啊。魔鬼讨厌人类，他不可能跟你做朋友的，他只会害你，他不会爱你的。因为他知道上帝爱人类，所以他嫉妒，因为他得不到上帝的爱，所以不要被欺骗了哦。魔鬼 不可能做人的朋友。圣经说魔鬼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我们一起读：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阿们。所以魔鬼是我们的仇敌。Okay, next. 有一天啊，珍奇啊，我的女儿珍奇，她就跟我说：“妈妈，我好喜欢普罗米奥。”然后呢，她还给我看照片，她给我看图片，普罗米的图片。我就看这个普罗米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心里面就有点很奇怪的感觉，怎么她的样子这么像魔鬼的？然后珍奇还跟我讲啊，她的脾气是很坏的。他脾气是非常的起伏不定，啊，起起落落的那一种。但那时候我还没有空去找普罗米的资料。然后直到呢，对，前几天的时候呢，应该是上个星期吧。然后珍奇他就讲哦，他就在我的电话找那个索菲亚，他去找，他讲我要买书包，我要买普罗米的书包。然后他还讲我也要买铅笔盒普罗米的，我要整个系列都是普罗米的。然后呢，我才上网去找普罗米的资料，我要知道普罗米到底是什么来的。OK， 普罗米呢？这干嘛？这个资料我是在 Hello Kitty 的这个网上找 ，Hello Kitty 的官网里面找的。因为这普罗米的角色呢是 Hello Kitty 旗下的 Hello Kitty 哦，你们知道 Hello Kitty 蛮出名的嘛？他除了 Hello Kitty， 他有出了很多的他的同伴啊，他的邻居啦、啊，他的弟弟妹妹啦、啊。然后这普罗米是 Hello Kitty 的朋友，然后呢，他的，那么他的。这个是那琪琪，还有这个绑头发的，来普罗米的 ，OK。然后我知道很多小女孩都喜欢普罗米，真的很多小女孩，我们的陪读班里面的小孩呀、啊，很多个都喜欢。他的，我去找他的资料，他的资料是这样写的，他的生日呢是在万圣节当天，10月31号，然后他是一只兔子。所以他的耳朵会这样子尖起来，然后他的外表是什么呢？他戴着这个斗篷，他戴着帽子呢，okay， 有一点像魔鬼的。然后呢，前面有那个骷髅头，还有他有，啊，这边他自己写的哈 ，Hello Kitty 的官网自己写的哈，这个字啊不是我写的，他写什么 ？Black Devil T
tail， 就是魔鬼的尾巴。然后他的性格是什么呢 ？OK， 啊，玲玲 next 讲。OK， 这里的性格讲，violent， OK， violent， bang， tomboy， violent， 我去找 violent 是什么呢？恶棍。然后 bang 是小流氓，还有 tomboy 女扮男装，她是女的，但是她扮成男的，所以有潜意识她可能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你给小孩子喜欢好吗？他会给小孩子好的影响吗？他可能会把小孩子带成恶棍、小流氓、女扮男装。OK， 所以我就跟珍奇说哦，库罗米是魔鬼来的。他还讲不是啦，他不是魔鬼，可能他的形象太可爱了，所以珍奇不觉得他是魔鬼，没有可能是魔鬼来的，他是兔子来的。奇奇跟我讲，然后我就跟珍奇讲 ，Hello Kitty 的这个官网啊，官方网站都介绍他是魔鬼了，你还说不是吗？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角色不好，你可以不要喜欢吗？然后感谢主啦，他也很听话啦，他讲好啦，这样我不要喜欢他啦，我喜欢别的，我去找别的。他喜欢什么 ？Melody， 还有其他的角色很多的啦，那还有 Melody。OK， 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要人喜欢他。然后喜欢一个我们知道我们喜欢一个东西，一定会把那个东西带进我们的心里面的，对吗？我们心里面一定会装着它的嘛。所以魔鬼要人喜欢他，把他装在心里面，好让他可以找机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杀害、偷窃、毁坏的工作。我们做父母要非常警醒，要非常留意我们的孩子喜欢什么，包括他们看的电影啊、动漫啊、书本啊、漫画啊，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魔鬼的世界里面。Next， 我有时候会带小吉去这个图书馆借书的哦。然后有一次的时候呢，他就借了一本的漫画，然后我那时候啊、就放开那个漫画来看。哎，那漫画里面的角色呢是一个。那个漫画是日本的，日本出了很多的漫画。那个漫画里面是写啊，有一个善良的、法力非常高强的女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邪恶的、法力高强的女巫。所以这个邪恶的女巫呢，就会去害那个善良的女巫。小女孩都非常喜欢女巫的。因为我也曾经是小女孩过，小女孩很喜欢女巫，因为有漫画、电影里面的女巫都非常漂亮的，很美、很可爱，法力又很高强，所以小女孩都很喜欢的，有没有？会吗？非常喜欢女巫，对吗？又会变 magic， 嗯 ，okay next， 然后我看到那个漫画过后。我就跟我严严的警告珍奇说，以后都不可以读关于女巫的故事或漫画。女巫已经被粉饰得很无辜、很善良了。你看看 Frozen 就好了，然后 Frozen 很出名，有没有？每个小女孩都喜欢。你看 Elsa 有没有？漂亮吗？那法力又高强，所以风靡了千千万万的女孩。其实真正的女巫啊，真正我们现实也是有女巫的。我们现实的女巫啊，不要只是讲女巫啦，女巫是女的嘛，也有男的，男的叫巫师。对，女巫和巫师他们是一群人，他们是魔鬼的灵媒耶，他们是从魔，他们是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然后从魔鬼那边得到能力的。哎，魔鬼也是有能力的嘛，他从魔鬼得到能力，他就可以变一些东西，可以去操控人，可以去怎样去害人还是怎样的。他们大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因为魔鬼会掌控他们的生命，他们灵魂已经卖给魔鬼，所以魔鬼掌控他们的生命，给他们发疯，给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所以女巫有可能漂亮吗？女巫像鬼这样子啊，那可能漂亮。所以那个卡通啊画的女巫漂亮啊，骗人的，骗小孩。所以女巫没有可能漂亮的。我小的时候啊看的那个女巫的卡通啊，都是老老的，很丑的，
播的是漂亮的，已经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没有悔改啊，这些女巫啊、巫师啊，他们肯定是下地狱的，因为他们灵魂是在魔鬼那边的。这和电影是不是不一样？但是我有看过见证啊，我有看过见证影片啊，有那个巫师啊，他最后信耶稣的，有耶稣能救他，他最后也出来讲见证。OK， 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哈。女巫巫师都是可以信耶稣的，哎，给他们机会。OK， 然后呢，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节怎么讲呢？这也不足奇，不足为奇，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OK， 撒旦就是魔鬼啦，魔鬼也可能装扮成天使的，他可以装扮成很无辜的。OK，next。魔鬼如何来偷窃、杀害、毁坏呢？就比如喜欢古罗蜜的女孩，她们会潜移默化变成一个恶棍、流氓、男扮女装、女同性恋等等，因为古罗蜜就是这样的形象。小女孩觉得要模仿她，很喜欢她，她的性格非常的迷人，所以要变成像她这样。邪灵也会在女孩的思想、健康、学业方面进行破坏。然后 next， 那喜欢 Elsa 的女孩呢？这个Frozen 里面的 Elsa， 如果有一天魔鬼向他们靠近，他们也会拒绝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女巫，他们要得到能力。而且 Frozen 的主题曲啊 ，Let It Go 啊。Let It Go 这首歌以前是大街小巷都有听到吗？ Let It Go 对吗？小女孩都非常的喜欢，大概十年前是一年前。其实它是一首同性恋的歌，你们知道吗？它的歌是同性恋，一个女同性恋写的，是她写的这首歌，唱的不是同性恋啦，但是写的是同性恋。那女孩们会受何等大的影响？它的内容就是讲一个女同性恋，她向世界公开，她是同性恋者，她不再隐藏她自己是同性恋者了，她要公开。所以这首歌的意思就是这样。女孩会受何等大的影响呢？她们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女同性恋，她们觉得没有什么了，非常的酷，同性恋非常酷，就算本身不是。不会成为女同性恋，他们也会认同同性恋。Okay, 有些父母亲发现孩子越变越坏了，可能是啊，这些小孩他们容易接触这个电子产品，尤其是疫情过后，差不多每一个小孩都会有一个 handphone 的，是吗？每个小孩都有 handphone， 大多数。张林没有，但是你的同学都有的，对吗？所以家长呢必须留意小孩子他们所看的内容，不要让他们接触不对的信息，哎，要不然很容易变坏。接下来还有一种基督徒啊，喜欢把所有坏事都赖在魔鬼的身上，在马路上跌倒啊，摔跤，说魔鬼攻击我，属灵征战，然后出车祸，想的是什么？魔鬼攻击，然后跟老婆吵架，魔鬼攻击，外遇也是魔鬼引诱他，犯了什么罪都是魔鬼的错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有些基督徒就是爱这样，星期天睡不醒，没有来教会，也是魔鬼害的。其实在说魔鬼攻击、属灵征战之前啊，有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责任来的。比如哈，是你走路啦，驾车不小心，好像每次啊，我驾车啊，我撞到，我如果有撞到人啊，或者撞到，我时常会撞到楼高啦，还是什么，我眼睛左边看不到，所以每次撞的时候，我都会想是魔鬼攻击，我没有这样想。我只是觉得我自己不小心，但是如果有基督徒讲魔鬼攻击我，魔鬼让我看不到，魔鬼让我撞车，魔鬼让我浪费钱修理车，这个就不对了啊！魔鬼很无辜啊，有时候给你这样来，所以好像跟老婆吵架啦，就是自己对老婆没有忍耐啊，没有节制啊，也是魔鬼。不要讲魔鬼啊。
所以 有些人会讲魔鬼，但是你自己是有责任的。外遇啊，犯罪啊，是因为你自己肉体的私欲。所以我们要清楚啊，魔鬼引诱我们的时候，当然魔鬼会引诱我们的，他会放一些思想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的，但是决定权在谁身上？决定权在自己的身上。好像呢，我举一个例子啊，男人时常会遇到的试探。哎，一个已婚的男人呢，看到一个女人呢，魔鬼就给他一个淫乱的思想，要去找这个女人。OK， 那他在这个脑袋里面，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个男人怎么做选择。OK， next， 如果呢，这个男人在心里面，我奉耶稣的名，我斥责这个不对的想法，离开我。然后这个男人就选择离开这个女人，不要靠近这个危险的女人。OK， 危险，很危险。然后开始男人要开始跑掉了。OK，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提醒你们，你们遇到试探，遇到试探要跑。OK， 遇到试探要跑，而不是在那边站着傻傻又在被试探去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遇到试探，我们要逃离，逃离那个环境。逃离那个人，不要接近他。那么那个男人如果他马上跑呢，马上撤职这个想法呢，不要掉这个想法，这个男人就得胜了，他就赢过魔鬼的试探了。但是如果这个男人啊，他被引诱的时候啊，哇，很想哦，很想哦，很想哦，一定会很爽哦，然后就接近这女人跟他有关系，然后发展婚外情，那个这个男人就输了啊，他就被魔鬼试探，就是输掉了了。所以责任呢，在魔鬼吗？责任是不是在魔鬼？魔鬼当然有他的责任，魔鬼是要下地狱的，他的结局。但是魔鬼可恶，那个男人可恶吗？那男人一样可恶，可恶。OK， 那男人是一样可恶的，因为他的选择错误。基督徒如果什么事情都甩锅给魔鬼，就不必负责任了，不必成长了。基督徒呢是要结出果子的，要努力的结出果子，而不是好像小孩子这样啊。有些基督徒啊，啊失败了啊，怎样？跟上帝哭，跟天父哭，爸爸爸爸，你看魔鬼害我，你打他，你打他，你不要怪我啊！我没有错，你打他，你打他，他害我的魔鬼，就是魔鬼那个魔鬼，或者男人这个就好像什么情形呢？就好像男人外遇过后跟他老婆讲，老婆，我是无辜的，那个狐狸精害我，勾引我，很巧，很勾引我，是不是很可笑呢？如果你不愿意呢，没有人可以逼你的吗？那女人没有拿枪逼着你吗？对吗？我们时常看电影啊，我们时常看电视剧里面啊，大老婆很喜欢打小三的，对吗？对。然后打到鼻青脸肿，打到很够力，然后全部人都讲，哇，很爽快啊，看着。但是有没有很奇怪？你没有打你的老公，你打小三，不是很奇怪吗？错的是你的老公吗？对吗？他自己要的吗？他自己敢答应吗？对吗？他不能控制他的下半身吗？但是大老婆就是很喜欢怪小三的，怪小三他就爽了，他没有怪他老公，他怪小三。都是小三害的。Next， 事实是呢，就算魔鬼设圈套给我们，我们也要避开呀。我们不是傻傻掉入圈套吗？说到底，我们都是有最大的责任。在审判的日子啊，我们死过后呢，我们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受审判，在白色大宝座前。耶稣审判的是你的个人行为，你的一辈子里面的东西，你所做的事情。你不能跟你在白色大宝座前，你跟耶稣讲，耶稣是魔鬼害的。你觉得耶稣会怎样呢？啊，耶稣穿越都傻是吗？这些都是你做的啊！你讲魔鬼是魔鬼，其实是
所有都是应该负责的。真正的属灵征战，好像每个人都在讲，哎呀，魔鬼害我的，魔鬼的属灵征战，我跟魔鬼的属灵征战，好像讲得很属灵这样。其实真正的属灵征战是神的国和魔鬼的国在抢灵魂，这才是属灵征战。阿们，基督徒，阿们。所以当我们带领人信耶稣，带人来教会，就是跟魔鬼宣战，因为我们要将人从黑暗的国度迁入光明的国度。魔鬼会很生气的，我们跟魔鬼抢人，我们跟魔鬼抢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家人进来光明的国度，魔鬼会很生气，因为你在跟他抢人啊，抢灵魂啊。所以当我们努力的带领人信耶稣，我们带领人来教会，魔鬼也会努力的工作的。阿们哦。Next， 我们教会聚会过很多次啊。当我们讲啊要跟人家洗礼的时候，当我们 approach 那个新的弟兄姐妹，我讲，哎，我们你要洗礼吗？啊，牧师帮你上课，牧师帮你洗礼。然后这些弟兄姐妹就有很多事情发生了的。那这些弟兄姐妹本来每个星期都会来教会的，都会来参加聚会的，但是一讲要洗礼，他就不见了。OK。然后打电话问，哎，这么你没有来呀？我很多理由啊，哦，不能啦，我脚痛啦，哎，我 accident 啦，我怎样，就是不能来教会就对了。所以我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魔鬼也在跟我们抢人，就算我们把人带来教会啊，他还是要跟我们抢人。我们的希望呢，就是天堂要多一个人。但是魔鬼的希望是地狱要多一个人，我们在跟他拔河拉扯，这个才是一个属灵征战。阿们。OK， 而不是魔鬼无端端攻击基督徒叫属灵征战，好吗？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不传福音，不带人信耶稣，魔鬼攻击基督徒来做什么？都对他的国没有益处的。不带人信耶稣 ，OK， 魔鬼都不睬你了。啊，魔鬼是很现实的。那些对他的国没有威胁的基督徒啊，他根本不用去会，他不会理你的。如果你不带人来教会，他不会理你的。如果你没有传福音 ，OK， 结论 ，OK。我要跟大家做一个结论了哈。第一点，魔鬼针对人类是因为他与上帝为敌。第二点，魔鬼会使基督徒满足于现状，忘记耶稣颁发的大使命。第三点，魔鬼是完全邪恶的，但是他会打扮成可爱的形象，目的是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偷窃、杀害、毁坏。那么第四点，最后一点，属灵征战是神国和魔鬼的国在抢灵魂。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需要你的充满我生命，thank you.
点，因为魔鬼希望你永远不知道，希望永远你认为他是好人。这个世界就这样了，这个世界告诉你会有好鬼和坏鬼的，鬼也有好坏的，但是真理是鬼没有好坏之分，鬼就是鬼，人不是鬼，鬼不是人。所以这个是要你明白，这个我们在神学里面叫 demonology， 这个是已经是慢慢的丢在一边了，不讲的东西了，魔鬼学。因为讲到哎呀好像 很让教会啊，让弟兄姐妹啊很害怕啊，然后又觉得哎呀来教会感觉好像很神秘兮兮的东西，我不喜欢。所以很多教会都不讲的东西，不讲有两个后果。一个呢，你就完全不相信魔鬼，世上没有魔鬼的啦，啊，这个魔鬼很高兴，那你不相信有魔鬼了，他可以继续在你身上做工作。另一个导致就是让你太相信魔鬼到一个程度呢，上帝的能力都不能胜过他，这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所以今天早上啊，师母讲出去这个识破魔鬼的诡计，是要我们从我们身上啊，就算你信耶稣，挺好，就算你来教会很多年，但是你没有意识到啊，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事情发生的，你讲去用属灵去判断啊，属灵的洞察力、敏锐力去判断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被魔鬼牵着鼻子走了。而不是被圣灵而引导，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听到这篇道的时候，过后我要你有一个回应，我要你要做一个宣告。你要出来祷告也好，你不要出来祷告也好，你站在你的位置也好，我要你先做一个宣告。你跟着牧师来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来，我牧师讲一句，你跟着牧师讲一句，说：亲爱的主耶稣，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你的，你在我身上，有主权，我愿意委身与你，我不要成为魔鬼的跟从者。充满我的心，今天早上帮助我，让我的生命不要只是听到而已，让我的生命越来越降服于你，让我们越做越听话的基督徒，我们身上就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和你的权柄。这个是魔鬼害怕的。现在我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我跟你是对立的，你不是我的朋友。牧师也爱你，但是你知道，你深深知道，
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 area 啊，有一个部分啊，你常常不能得胜。你祷告了，你会感又回来，你又重返；你祷告回来又重返，那个已经不是一个软弱了。我跟你说，哎呀，人有软弱的啦，不要紧啦，这是骗过来的，不是软弱了，这是一个捆绑。你要得释放。我的会友啊，跟着我很多年的会友啊，他们都会给我做释放祷告的，他们都会有做那个问卷来做释放祷告。如果你从来是没有做过释放祷告跟问卷的，你一定要找我了，我要帮助你做释放祷告。不是你走出来祷告你就没有事情了，不是，你那个根呢， the root cause 啊，那个根呢，我要砍的，一个一个砍的。我很忙啊，我也愿意见你，我很忙也愿意帮你做这个释放祷告。因为只有在释放祷告的这个东西之后呢，你的生命才能够得自由。自由文化是我们教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我希望你得自由，因为得自由之后你的生命才能够丰盛。你丰盛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在做杀害偷窃毁坏的时候跟你无关。当然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够跟你上课，跟你拿这个问卷，但是现在可以做的，你要出来祷告，你可以做出来。来，我为你祷告，有吗？有这样的人吗？是。还有吗？不要理别人啊，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觉得要砍断这个东西，你要的，你认真对待你的生命，你可以做出来为你祷告。It's a bondage.被捆绑不是好说的东西的，阿们。还有吗？ I want you to be free, brother. I want you to be free, sister. 我要你得释放和自由，认真的。Thank you.